它们是翼龙，是最早能飞行的脊椎动物。它们进化成各式各样的物种，有些和飞机一般大小，是飞行动物中最庞大的。翼龙的特殊能力让它们得以统治天空长达1亿5000万年。但是为何这些壮丽的野兽要腾空飞翔呢？它们又是如何飞翔的？在它们成功飞翔之后，又为何会消失无踪呢？